大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！你要干嘛？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等你的制服保镖出现，再结果了他，就一切都结束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再犯上次的错误了。 峰，你怎么了？快去准备，一会儿壁龙就到了。哦，那什么，外面还有个保镖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悠悠姐，你。 是你刀锋姐姐，哥，悠悠，她不是悠悠姐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碧龙，被别人吹嘘的那么厉害，今天终于可以见识见识了。 说什么就是不听，让你在里头待着，非要出来。别废话，先合理搞定他们再说。好吧，你既然没死，跟死鬼子差不多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说那么多废话，还不如打一场。 先放下。告诉你，别乱来。老公，上来。